关岛的一个创世女神叫 Futuna。 Futuna 她的哥哥的眼睛双眼变成了，左眼变成了太阳，右眼变成了月亮。美国关岛观光局介绍当地原住民查莫洛文化，有开创大地万物的女神，还有早期用来盖房子的拉提石，象征查莫洛民族的韧性。这些关于关岛的美丽传说在台北街头也能看得到。在元宵灯节的时候，是所有老老少少啊，这个福家带眷的会来这边观赏所有不同的灯花灯。那每年都有很多的外国旅游观光局会来参加，所以我们觉得说，我们也美国关岛观光局也不能缺少，所以在今年开始呢，我们就参加了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元宵灯节。关岛从1973年和台北市缔结为姐妹市，至今已经有47年。今年首度受邀参与2020台北灯节，关岛观光局特别设计特色花灯，让台湾民众也能认识关岛4000多年的查莫洛文化，加深两地人民的认识与交流。开灯！哇！今年台北灯节除了在西门捷运站出口规划主灯躲猫猫，中华路两侧也有代表各国文化的主题花灯。因应武汉肺炎疫情，北市府也提前进行灯区消毒。活动期间也会加强防疫工作，确保民众健康。欢迎民众都能就办一起来体验台北灯节的魅力。记者邱世明采访报道。